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仙灵斋主。之前有拍过一期沉浸式磨墨，那一次性磨了16方。今天来个沉浸式磨墨 2.0 版本，不过这次少磨几方，就磨个11方，那当锻炼锻炼就行了啊，不至于太累。那一起来听个声，乐呵乐呵。先看看今天用的墨，那就是这个曹素宫的破烂。今天的砚两端八色一尘泥，应该基本都是开封1500目的，不过有些被我摸多了，可能多少还是会有点疏水的情况。那所以等下磨的时候别再问是不是有蜡了，肯定是不会有蜡的，最多有点手油。首先开篇先来个承上启下，那这个 20W 的天地盖是在拍完上期沉浸式磨墨没几天之后做好的，后面单独拍这个砚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拖着没打磨好，那所以也没有出镜。这回打磨完了，趁砚还没还给朋友，就再来露个脸。第二方是这个掌中宝，也是端砚老坑一个小钱袋，是我做的一方从围料开始全程自己一条龙完成的第四方砚，那很小，只有3寸。
第三方是第一期破石头改造计划的荷花花苞，设堰水弦坑水波，那是我从围料开始全程自己一条龙完成的第五方堰，也很小，4寸。第四方是过年时候我拿一个半成品砚坯练手做的，设砚水旋光板，正面非常干巴的一方破烂，怎么都救不回来的那种，只能练手随便刻一下。因为刻的时候非常折磨，所以我只简单刻了一下就完事了，也是个小砚，4寸。
那有一说一，这磨杆非常的硬，但能用，下磨正常，也不算很粗。第五方跟前一方一样，半成品燕坯做的，设燕梅子坑光板，啊，没有前一方那么干吧，但是刻起来也很折磨，所以还是简单划拉了几刀就算完事了。同样的四寸，第六方之前有一期视频出过镜，并且被刮花的那方水弦坑水波金星，是我全程一条龙的第三方燕，侧面留了石皮。这个当时是刚开始自己做不久，那瞎搞的方案也比较草率，玉兰做的跟个茄子似的，所以我准备之后干脆就做个茄子，图已经画的差不多了，就不知道多久才能做出来。这个要大一点啊，有个六寸了。
第七方还是我自己做的，就是这个蕉叶眼，上期视频的主角，那这里就不多介绍了，看两眼直接开模。第八方终于不是我自己做的了，一个梅子坑的梅纹小莲瓣，很轻薄，遮光也不错，小小的四寸。
第九方还是有验核的，那肯定就不是我做的了，因为我还没掌握做验核这个技能。一方水旋水波也是个连半，是个大验池，个头也要大一些，五寸出头。第十方，之前砚台打磨 2.0 那期的主角，梅子坑的梅文秦醒，也不多介绍了，看一眼开模。
最后是这方时隔三年再次出境的老陈泥。那砚堂是我新开封的，所以砚堂颜色会明显黄一些，又老又破的就没啥好多看的了，直接开模。墨没浪费啊，涂了，放下期视频给你们看。 OK，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我是现田斋主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